过出家法师赠送给在家修行人价值不高的小礼物，我们是否可以接受？如果接受了，是否会有损功德，或者说承受不起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不会的，如果你看见这个是个正的法师，人家送给你东西，你感恩呐、啊，人家也是一种正能量给你加持，有什么不好了？说哎呦谢谢哦，感恩感恩呢、啊，就收下来，有什么不好啦？啊，对不对啦？最好嘛，接收那些认识的法师，在马路上那些一个人在那里的，你就不要收了。那很多人在马路上发了之后，然后问你，你做点功德，那就不一样的性质了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人家已经到你共修会来的这种法师，他给你结缘，你感恩都来不及了。哦，谢谢法师哦，谢谢法师。现在法师给你，你就收下嘛就好了。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